好，谢谢赵佩。山东两名民众发表近400字的声明退党，我们来看他们的声明节选。我们是山东菏泽人，仅靠每人几分土地养不了家，为了生计外出打工。我们住的是大城市的毛坯房，干的是城里人没人干的脏活和累活，收入又少得可怜。现在接近年关，人们都在准备年货、买新衣服，我们这些外地打工的，谁不想回家呀？但是为多挣点钱还在干活。共产党天天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农村生活实现奔小康，可是我们农村人的生活为什么如此艰难？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我们的所有苦难都是共产党的专制统治造成的。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，其实无官不贪，欺压百姓，中共是真正的害人邪教。为此，我们声明退出无知时加入过的少先队，远离邪恶，选择善良。